G33 次列车是由北京南站开往南昌西站的高铁列车，纵贯北京市、河北省、山东省、江苏省、安徽省、浙江省和江西省，列车运行总里程1861公里。列车9:40由北京南站出发，18:47到达南昌西站，运行时间9小时7分钟。北京南站。天津南站。德州东站。济南西站。曲阜东站。
衢州东站。宿州东站。南京南站。宜兴站。湖州站。杭州东站。
站。金华站。衢州站。玉山南站。上饶站。鹰潭北站。终点站，南昌西站。谢谢观赏，请关注和点赞，欢迎您在视频下方留言和我交流。